谁啊？你是谁啊？严总，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了。我陪你聊会儿天吧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喜欢你了，只是我一直没有告诉你。 第一次我们俩用对讲说话的时候，你就给了我一种安全感。你每次来救我的瞬间，我都历历在目。不管是你认真工作的样子，是你笑着看着我的样子，我都很喜欢。 哪怕是当时我们俩闹矛盾，我也不是真的生气。我对你的心从来就没有动摇过，严总，我其实也有很多做的不好的地方，你从来都没有怪过我，都会迁就我。 哄我开心，我在想我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才能找到你这么好的男朋友，也不知道值不值得这么多。不过以后你放心，我现在可厉害了，我都可以跑5圈了。以后。 你去保护世界，我来保护你。严总，你赶紧醒吧，大家都等着你呢，大兔好想你。 请回答。严总，你醒了？难受吗？想不想？博真，博真醒了？醒了。博真，哎，请坐下。光线刺眼吗？头疼吗？ 严总，难受吗？看得清吗？你谁啊？你是谁啊？这世界很酷。